火星有花蕊是石英的岩石堆。火星一个神秘的国度，人类想寻找他们的秘密，所以派出这艘好奇号进行探索，看看火星有没有生物存在。虽然在上年十月的时候，好奇号找到神秘的发光物体，证实只是机器残骸。不过最近好奇号又有发现，在火星表面拍到这张照片，这个有点像花蕊的物体带给科学家很大鼓舞，认为很大机会可以认证火星上有生物存在。不过有网民就质疑，其实只是石英或者是岩石。究竟这些是什么？相信美国的科学家研究之后，很快就会得到答案。